服饰店外头，一名长发妙丽女子正在挑选衣架上的衣服。只见她一件一件拿起，看似在确认版型。接着再看标签确认价钱，她拿起白色衣服比一比，看起来没什么异状。没想到她下一秒竟开始不断左右查看，确认附近没人后，就把衣服默默带离现场来停顿警方说法。趁店员不注意时，将商品窃取后逃逸。 据该嫌犯逃逸路线及搭乘车辆确认身份为22岁施姓女子，随即查缉该名女子到案，并查扣所窃两件商品，全案依窃盗罪函请高雄地检署侦办。 事发在14号下午5点多，高雄新竹江商圈，这名涉嫌偷窃的22岁私姓女子前往一间服饰店，先是走进店内逛衣服，疑似先确认店内员工人数，接着她便走到外面衣架区，假装挑选衣服，没想到竟趁店员不注意偷走一件内搭上衣，还有薄外套。后续店家盘点商品时，发现短缺，调出监视器后才发现竟是这名女子偷走，气得赶紧报警。后续警方也在当天逮到这名女嫌犯，将她一切盗罪侦办。